算了算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是要陪你们一起过去的。直到十月为止哈，直到十月为止，我们已经用了超过350万，也就是说超过了98%的拨款已经发放了下去。再剩下来呢，我相信在这一两个星期里面呢，都会七七八八的出到完。我们在等着这些工程的进展或是投标工作完成之后呢，这些拨款就会逐步的下放。今年的工程我们包括提升排水系统、民众礼堂、篮球场美化、公园增设这个parking的位置，以及铺一些道路啊等等。所以在葫芦兰这边呢，我们总共拨出了24万令吉来提升这一边的新村的设备，当然包括了这一个关东新村这一边受惠的新村，包括关东仙水港、11里新村、乌拉港新村，还有这一个乌仁14里的新村、甘凤跟南安、西米山等等，这些都是我们在这个葫芦兰岸县这边的拨出的款项给这些新村医生，台湾新村的这个设备。